在用的时候，这个把手一定要从你要孔要对准这个平面，才有办法穿过去。来，我们现在做一下示范。它本身是离合器式的，我们把这个套子装下去。好，那我们要压下去，压下去之后，从这个洞去找找那个平面，找到平面之后，好，找到了，我们就把它压下去。OK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对锁我们要的一个扭力调整。